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竞争。竞争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跟团体组织进步的原动力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有竞争才会有进步。但是佛法讲无争，那么学佛的人怎么样才能够进步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良性的竞争呢，是应该有的，佛法并不反对。所谓良性的竞争呢，是合理的，是公平的，是公开的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不是啊，是要打倒另外的人自己站起来，而是呢自己要作为表率，人家犯的错误啊，自己不要犯，人家还没有做得更好一些，我要做得更好一些，人家没有这么多的贡献，我需要啊做得更多的贡献。所以在佛经里边呢，不管是法华经、地藏经等等呢，甚至于金刚经，好多经典呢都有叫做较量。较量的意思呢，说这个功德比那个功德更大，做这样的事比那个事情更好，以这样的身份比那样的身份更好，在这个身份之中，在怎么样子做的时候比怎么样子更好。这本身呢，那就是竞争，就是啊自己跟自己可能是竞争，也跟呢相关的人在竞争。这个竞争的意思，要不是为了凸显自己而竞争，而是呢使得社会、使得大众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，而自己呢也是一样，使自己能够更成长，成长得更快，那成长得更健康、更健全，这本身呢也算是竞争。所以是在佛法里边不叫做竞争，而是叫做精进，努力不懈，永远的努力，而以自己的资源来努力，而以自己啊的力量来制造、取得、生产许多许多的更多的资源，那必须要付出啊努力代价。那人家没有想到的，自己啊要想到他。社会上现在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如何的使得这些问题啊能够解决，大家都没有想要解决它，自己要去解决它。那也是说竞争这个本身呢，是不是跟人呢打得头破血流的这竞争，而是呢是啊一种力量的发挥和自我的呀成长和自我的呀陶冶和训练。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做的。那佛教徒啊有很多人是误解了的，佛教徒自己误解，还有呢外边的人也是会误解我们的。昨天我还听到有一个人怎么说，因为他的一个儿子很懒，他的儿子不想读书，不求上进，天天去玩那个什么电动玩具。那的母亲就跟他讲了，你哦这么懒哦没出息哦，我要把你送去做和尚哦。他这个儿子一听他说要把他送去做和尚，他就到我们庙里来了。他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做和尚的，为什么懒，也喜欢玩，也不想做事，也不想读书，但是做和尚的，因为做了和尚就没有事了嘛。其实
像我这样的和尚忙得个不得了，从小到现在啊，天天都在忙。这个我不是啊，跟人家来抢人家的钱，抢人家的地位，抢人家的名，我没有抢人家的。但是我要使得人家有名，使得人家有地位，使得人家有钱，使得人家有知识、有学问，使得人家有幸福，这个也需要努力了。这个是呢，不为自己争取，要为大家争取。但是呢，为大家争取到结果，像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，坐在这个地方啊，对着电视机的镜头能够说法。最初我没有想到要出名，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位置，但是呢，因为努力的结果，位置自然来，名也自然出现，这个利益啊，许多的利益也会自然而然的会来。那些利益到我这儿又把它分散出去，那叫滚雪球一样的，越滚越大。我的利益不是变成我的，而是变成大家的。像这样子的一种啊竞争啊，很多人把它当成啊是啊要跟人啊争啊毒啊。那么真正的一般的人所误解的这个竞争呢，就是说你手上有的我手上没有的，我把它抢过来渡过来，就是变成我的。这是动物，这不是人。人的竞争是啊，自己没有，看到人家有，不是抢人家的，而自己想办法也要有，而且大家所有的更好的东西大家都有，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竞争。这个就是一种菩萨精神，这是积极的，是比啊一般的所谓竞争的一种心态更好。这个叫做良性的竞争，这个叫做公开的竞争，这个叫做啊是啊公平的竞争。否则的话呢，一讲起竞争，大概就是斗争，大概是抢啊毒啊，那是对自己是啊不道德的，对他人来讲啊是啊有上慈悲的。阿弥陀佛。